边嘞，他已经都进右里多远多深。你等那个弄完了哈，等下次再来家。他只要说不在发炎的情况下过来，我给你贴个指甲片，就是把指甲把它那个弄了以后都不想右里讲了。快在右里边，就最主要就是这边这块痂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这个这块痂，它本在右里边了，这半边是我弄起来是个鸡的，这半边它是个痂，它本扎在右里。现在不痛了吧？没有扎肉的感觉了吧？嗯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修理做的没。